那个什么，就看到了，看到了。看到哈。好，第一句话啊，I'm tired now，我现在累了。所以那个 tire 加了一个 d 啊，就是表示它是看的是一个过去时啊。好像是过去时态，但是它表示的是一个状态，就是我累了，就是好，be tired，一定要在你在表示累的时候是要加个 be tired，就是前面有个叫做一个助动词哈，情态动词助动词，所以一个助动词呢，I'm tired now，这个大家都应该会的，或者 he's tired，we are tired，they are tired。对吧？You are tired，都是这样的啊。第二句话，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这个很明显了，就是被动语态啊，被动语态，过去时的被动语态。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那么这个偷的现在时有，大家想一下啊。这个被就是偷窃这个单词的，一般现在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拼写的？大家脑子里面想一下，OK，好吧？那么这个呢，它是叫做什么？在这里它是一个被动式，就是过去啊，was stolen，过去分词被动式哈。I had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所以这个第三句话有点就是叫做什么？这次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表达的方式的啊。Had 什么东西 washed？你这个 had 它这里是用的是一般过就是过去时，也可以说 I have 我的什么东西 washed，我的衣服 clothes washed，就是 had been。啊，had 后面的动词呢是一个过去完成时，表示的是这个动作不是你自己做的，是别人做的。比如说，你可以说 "I had my hair cut"，我的头发，我让人帮我的头剪头发了。啊，I had my hair cut。那么这个不是说我自己剪头发啊，虽然说。我是如果我说我把它写下来吧，我写在那个聊天这里。I had 我注意大家注意看一下，我在那个聊天那里写了一个 I had my hair cut。是指我去剪头发了，不是说我自己剪的头发，一定是表示某人剪头发。但所以这句话，我们这第三句里面，I had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他就强调了，你看，by my mother 就是我妈妈帮我洗的衣服。如果他不要加个 by my mother，I had my clothes washed，哦，就是我让别人帮我洗衣服了。啊，你这么就是说。一定不是他自己洗，但是别人洗，或者是洗衣店或者什么的，对吧？I had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 I had my，他叫做什么？I had my food prepared. 我让别人帮我准备了那个饭，对吧？记住这个用法啊，大家注意这个用法，就是 have done。我在这个叫做 WeChat 里面，哦不，不是在 WeChat，在那个聊天那里啊。我写一下啊。让别人做，
have something done 就让别人做某事 ，OK？ 第四句 ，Where's the end of this line？ 啊 ，line 是行，那么 the end 就是末尾。这一行的末尾在哪里呢？啊，那么就是可以，你可以说排队的，哎，这排队队 ，Where's the end of the line？ 啊 ，Where's the end of the line？ 就是队队谁是最后位啊？你的 line 你可以说是那个我们排队的那个最后一位啊，那个那一队就是 line 啊。Hey， please in the line， 就是哎，请排队啊，请排队啊，对吧？可以这样说。第五。I want some water. I want some water. 这就很简单了，是吧？我想要一些水，我想喝水。I want some water. 第六 ，Tom finally gave up smoking. Give up, give up, 放弃。注意，那么他后面的 give up， 他放弃。放弃某人或者是放弃某事，那么他就是后面是加的是名词 give up， 那么或者是动名词，这里叫做 smoking 就是动名词，动词加了 ing 变成动名词，就是放弃某事，对吧？其实这个 smoking 相当于一件事情啊，不是某个动作，相当于一件事情，那么是吸烟这个事情，吸烟这个动作引起的这个事情，那么放弃了这个吸烟这个动作，啊，所以 finally gave up smoking， 放弃了就是他戒烟了，啊，放弃戒掉了。I like neither of them. Neither 是叫做都不，两个都不，啊。有一个，我看这个 ，neither 是二者都不，二者都不是一个否定词啊，是一个否定词，二者都不。I like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 I don't like both of them， 相当于是 I don't like both of them。如果我是用肯定来表示，我就是不用一个否定词，我是就是说在我来否定动词的话，我在那个 we 在我们就是聊天里面写可以这样说啊，我在聊天里面我写给大家看。I don't like both of them. I like neither of them. 就等于 I don't like both of them. OK， 大家看到了哈，一个意思，表示的是一个意思。I like neither of them. I don't like both of them 是一个意思。第八句 ，I'm proud of you. I'm proud of you. Be proud of.一定要加 of， be proud of 就是为什么感到骄傲，为什么感到自豪啊？那么我以你为荣， I'm proud of you， 我以你为荣，我为你感到骄傲啊。这是就是你在学单词的时候就应该记住的 be proud of， 就不要再就没有什么说的，这个没什么特别的说的哈，这是一个词组。第九 ，I looked for the key. I look for 是找啊 ，look for 是找。如果说 find 呢，发现 ，find out 发现找到了。是在那个聊天里面给大家写一下，或者。可能会好一些哈，等会我在聊天内给大家写一下。
寻找。Look for 是寻找，翻到找到，大家注意区别啊。或者比如说，你看，如果我说一句，I'm trying to find the solution, find out the solution. 我在努力的找那个答案啊。I look for the solution. 我在找答案。体会一下这两个词的不同。Look for 是在找，没找着。Find out 它是会有找到的在里面。OK, 有找到的意思在里面。第十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As 啊，就是如什么一样的，那么就如他最他尽他的可能，跑得快的。我们还有一个表达是，就是比如说，现在很流行了哈，叫做 as。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啊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那么我们现在其实，你现在跟老外说，有时候你可以说，我们都不会说，写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写 as soon as possible 了，我们直接就写 ASAP 啊 ，ASAP 就是 as soon as possible。那么这个其实这个 as 哎就套那个 as 来的，那 as fast as I could, 对吧 ？As sweet as the food, 对吧？尽可能的甜，或者比如说 as soon as possible, as fast as how to say 画他比如说他画画 as beautiful.As red as his could join, 就是他画出的尽可能的红，啊，都可以，就 as 这个词。好，注意这个 as 哈，大家可以在比如说你可以想一下。我们说，哎，你赶快回去找一样东西，尽快去叫，比如说尽快回家啊。Go home, you go home as fast as you can. 你尽快的回家吧。比如说，或者家里有事要通知他，哎，你尽快回去吧。好的 ，Please go home as fast as you can. 对吧？请快回去，尽可能快的回去，对吧？那么 as fast as you can 一个道理都一样的 as soon as possible as fast as possibl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都可以的对吧学会这个 as 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学会 ASAP 就 OK 了好我现在给大家就是每个句子呢读三遍然后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好吧第一句话 I'm tight now I'm tight now I'm tight now 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那个 was 和那个 stolen 都就是说那 was 的那个尾音和那个 stolen 的第一个音都是 s, 所以我把它连起来读了哈。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I had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 所以那个衣服的读哈 clothes, T
th 后面那个 th 那个把那个口型做出来，这个 th 在这里是发的是轻音，不是浊音，是轻音，所以它是 close。 我靠近那个话筒说一遍啊， close close 后面那 s 要读出来， close。 所以就是 I had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I had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 第四句。Where is the end of this line? Where's the end of this line? Where is 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我把它连起来读啊， the end, 注意。And 前面那个 the 读成 the， 因为它是元音，它是元，那个 and 是元音开头，所以前面那个 the 就读成 the， 那么 the end 就不是 the end， 是 the end。 那么 and 那个 the 和那个 of 连读， end of， the end of this line。 OK， so where's the end of this line?I want some water. I want some water. I want some water. 第六。Tom finally gave us smoking. Tom finally gave up smoking.Tom finally gave up smoking. 第七。I like neither of them. 所以那个双那个两个两者都不那个读成 neither. I like neither of them. Neither.I like neither of them. 第八句。I'm proud of you. I'm proud of you. 那个 of 又弱读哈，又弱读了，所以那个的和那个 of 连读。I'm proud of you.第九。I looked for the key. I looked for the key. I looked for the key. Look. 注意啊，那么后面加个 ed， 我就读成 looked。looked。那个 ed 读成那个 t 的轻音。就读成 looked. I looked for the key. 第十。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好，那个请那个管理员就是可以打开麦，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请主持人哈，对不起啊，请主持人打开麦一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这十句话。喂。老师，嗯，老师，你那个补充的写在那个 WeChat 或者聊天里头，因为我们还没看到，
不是，我就写在那个 room 的，就是这个 room 的后面有个聊天室啊，聊天啊。聊天弄的聊天，我知道他那个一等一下你一讲完，我们再去看就没有了，就下课就没有了，你就补充在课件旁边，嗯。所以你那天那个那位哪个同学问你怎么我找不到，其实因为一下课就没有了，你应该写补充在课件旁边，嗯。那我把它我现在写，我把它就是截屏，然后我传给你们，好吧？嗯，那可以的，那你就是直接补充在你都要写的，你就补充在课件旁边。好了，我现在截屏。行，那个试一瞬间就没有了，我没有办法写。不是啊，但是你在那个更多的聊天里到现在都有，不是没有了，它只是在屏幕上显示一瞬间，但是你在聊天室里到现在都在存在着。对呀，我觉得聊天室都会有的呀。聊天室在哪里看到了？看不到。在那个更多里边，你点开更多，然后就可以看到聊天。你点开聊天，更多可以看到聊天，但是你下课了，他这个还在吗？不在了吧？嗯，下课了，要不然下课了，我把这个发到群里吧。我刚刚把它截屏了一下，嗯，发到群里头也很好啊，因为你那个聊天里头事很多，但是你听老师这边讲课，我没有这个脑袋就看到聊天里头。但是我等一下下课了，我想看的，但是我看不到，就是这样子的。那天那个同学也觉得，那一会儿我帮你，我现在把它截屏，我就是我做的说明一个截屏。那可以，行，好，谢谢哈。好，大家谢谢老师。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就是这十句话。Neither。喂。说。好，请说。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要不然就继续下面，还是怎么的？喂，老师带我们读一遍吧。好吧，我读，你们就我读大声，我读，你们就小声的读，好吧？啊，不要影响的，互相影响的，就是你们可以在下面小声的读。啊 ，I'm tired now， 第一句话。I'm tired now. I'm tired now. Okay. 就是把那个累的那个感情读出来哈。I'm tired now. I'm tired now. 对。I'm tired. 你可以说，或者比如说我很累，怎么说 ？I'm very tired. I'm very tired.对 ，I'm very tired， 对吧？好，第二句话哈 ，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Stolen， 注意那个被偷是 stolen， 我是 stolen。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Stolen. 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第三句 I had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 I had all my clothes washed by mother. 慢点读没关系，慢一点读哈。I had all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I had all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然后气流从两边出来，你读这个，就是感觉好像是那气吹出来。那么 close， 然后加个 es 就是 close， 把那个th发完以后，马上收回去，把那个 s 发出来 ，close， 不是 closes 啊，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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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d all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 I had all my clothes washed by my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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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hed. Washed by my mother. 比如说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说话，我们就是说说话，要就是说你要让人家容易听得懂你的，说能够表达清楚的话，我们说话是会，比如说有个意群的。什么叫意群呢？就是一句话里面，一小节一小节的。比如说 I had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意群。All my clothes washed. All my clothes washed. 那我的衣服，所有的被洗的衣服。那 by my mother， 这又是一个意群。By my mother， 对吧？这如果就是说你掌握得好这个意群，读起来那个就是说话就会好听。但就是没有掌握意群，说出来也没关系。但是就是说说的话就没有那么好听。比如说有人说，比如说他每一个单词的间隔都一样，每个单词的那个音调都很平，那就读起来就声音不好听，不好听，对不对？嗯，好，咱们第四句，你看第四句 ，Where's the end of the line？ Where is the end of this line？ Where is the end of the line of this line？ Where is the end of this line？ Where is 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this line。The end of this line。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this line. 那个 of， 注意在这个 of 读成那个 of， 对啊，那个 of 在这里读成 of， 然后的前面跟那个 of 连读就是。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this line. 就读的轻一点，要轻读的。The end of this line， 几乎就好像你听不到这个 off 的音，对不对？ 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the end of this line. 对，但是因为他听着，就是说懂英语的听的，他是明白，肯定是有个 off 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读的是要轻读。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 of this line. The end.、Mm-hmm. 然后第五句话啊、mm-hmm. I want some water. I want some. I want some water. Some water. I want some water. I want some water. I want some water. 这个很简单哈，没什么难的。好，第六。I want some water. 第六 ，Tom finally gave us smoking.Tom finally gave us smoking. 老师，这个第六句话的解释是不是反了呀？为什么反了？他这个说的是 give up smoking 啊，他哎呀，就是戒烟了。对呀、啊，他这个，但是他翻译的是，哦，对着的，我看错了，是终于戒烟。我以为是终止。No. Finally 是表示最后、终于的意思。对，对吧？就是我看错了。Finally gave us smoking 啊，他总算戒烟了。我们可以比如说啊，他总算终于戒烟了，他总算把烟戒掉了，他终于把烟戒掉了，对吧？对对对对的，好吧？看错了。所以 Tom finally gave up smoking. Tom finally gave up smoking. Gave up smoking.Give up smoking. Give up smoking. 注意这个在这里是过去时 ，give 是一般现在时，但是是 give， 或者是 gave， 读音读成 gave up 是不一样的啊。Give 是一般现在时 ，gave 是过去时 ，OK， 所以是 gave up。对对是，第七 ，I like neither of them.I like neither of them. I like neither of them. Neither, neither,
在这里 th 就读成那个重音了，因为后面有个 e， 后面 er 发 e 的 neither。大家在读这个 neither 的时候，手你可以，你手摸着你的喉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喉咙是震动的。nei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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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by the blood. 也是闭嘴啊，就读到最后叫闭嘴的。I like neither of them. I like neither of them. I like neither of them. Neither of them. 对 ，of them. 然后 neither of them. 第八句，哈，你说什么？老师，这个第七句最后这个字母不可以击穿吗？不可以什么？这个 th 不可以，不能击穿。什么叫击穿？就是它不发音，然后直接发 form。哦哦、你看哈 ，I like neither of them. Like of them. Like of them. Like them. Like of them. Like them. Neither of. Neither of them.Neither of them. TH 还是发，就是那个上下牙齿咬住舌尖，但是在这里 TH 发就是要发 them， 你那个手啊，你就是你发那个 TH 音的时候，你手摸着你的喉咙，你可以感觉到你发的时候，你感觉到喉咙是震动的，所以就是 I like neither of them， 那个喉咙是震动的。I like neither of them. 对，谢谢。第八 I'm proud of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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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简单。第九 I'm proud of you. I looked for the key. I looked for the key. Look 加个 ed lo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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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ed. I looked for the key.I looked for the key. 第十哈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是一般性的时 ，run， 那么 ran， 那么过去时，然后现在分过去分成 run， ran， run， 所以就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OK， 好了吧，没有什么问题了吧？这一个。老师，那个第七题，那个 like neither of them， 那一定是两者是吧？啊，第七个 them 就一定是指的是两个是吧？对，两个都不 对 ，neither 是对是两者都不的意思，否定两个的意思，否定两个，两者都不，I like neither of them. Them. Okay. 对，否定两个。I like neither of them. I like neither of them. 对，就相当于 I don't like both of them. I don't like. Okay. Both. 相当于知道吗？相当于 I don't like both of them. Yes. Both. I don't like both of them. Both of them. Both of them. Both. 我就是我不喜欢他们两个，对吧？好，我现在把那个另外一个部分再放上去。I don't like it. Both.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十句话。还有呢？不想学了。想学，我，因为我刚上。OK， 好，第一句话。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他未经允许就进到我的房间。请主持人把那个音给
mute 掉，把掉就是静音，好吧？我现在就是不进我的就好了，好吧？我现在继续上下面的啊。第一句话 ，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啊，他就是说叫做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他就进我的房间了啊。这句话呢 ，without 最佳的关键词就是 without， 对 ，with 是。With 是有和 without 是那个 out 就是没、啊、否定的，这个 out 是表示否定，跟那个 with 是否定的，就是一个正相当于反义词的。第二 The pain was terrible. The pain was terrible. 好疼啊。The pain 是表示就是痛，对吧？ The pain was terrible.我们那么其实 在这里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说 the hurt， the hurt 也会说也是表示疼。我在那个我在那个聊天的也写一下、啊、那个有时候本地人老外他们会说，我们会理解是 pain 啊，一说到疼肯定是用 pain， 但是呢他们也会说就是用那个用叫做 hurt，pain。OK， 看看大家，我在那个聊天里面也又放进去一个哈，那个 hurt 表示yes 表示伤害，本身 hurt 这个单词是表示伤害，但是呢，它也会表示疼，你知道吧？就是。你跟老外说 ，the hurt was terrible， 他也能理解，他也知道哦，你表示疼，啊，表示很疼很痛。第三 ，I belong to the swimming club。对 ，belong to 你们在下面。大家静静音好吗？听不到老师讲课了。好吧，大家不要说话。下面注意那个第三句里面 ，belong to。属于啊，这表示 belong to， 这是一个单词，这个词组是属于。那么 I belong to the swimming club， 就游泳俱乐部，我是属于那个游泳俱乐部的，我是他的成员，所以 belong to 啊。第四 ，this novel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novel 是表示小说、啊 ，novel 小说。Difficult to be difficult to 难 understand 理解，就是这篇小说很难懂，很难读懂，可以这样说啊。那第五 ，I hope you are having fun. Difficult 啊 ，I hope you are having fun， 玩的愉快啊。我们有时候那希望你玩的开心。那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大家在一起玩，或者是有你知道谁要去玩呢，我们有时候就不会再说一句话啊 ，I hope you are having fun，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说一句整句话，我们直接说 have fun， 对吧？就是一种祝愿人家的话 ，have fun， 开心，玩得开心，对吧？比如说我知道啊，你说 I'm going to the Oka Park to swim， 他说 have fun， 啊，对吧？我今天要去欧卡公园去玩，那么你告诉别人说，你告诉我说，那我就说啊 ，have fun， 我就可以说啊，玩得开心。其实我这个 have fun 就是等于祝你玩得开心，希望你玩得开心。啊，好的，好，发音没有？对。那个背景音可能请大家还是要 mute 一下，好吧？就是。好的，那就忙。行了，我后来跟他们。OK， 主持人把那个 mute 掉，好吧。第六 ，She wears a lot of makeup。注意啊，这个就跟那个跟我们中文表达不太一样了。第六句 ，wear， 它这个 s 是第三称，就是第三人称现在时单数，对吧？所以它就加了一个 s。我们都知道 wear 是什么呢 ？wear 是表示穿衣服 ，wear a clothes。穿上衣服，对吧 ？Wear a skirt， 穿了一条裙子。Wear pants， 对吧？穿
裤子。那么在这里你看 makeup 表示的是化妆啊，所以 makeup 是表示化妆，相当于 cosmetics 就是我们的那个单词，就是化妆品哈。那么在英文里面我们说的化妆它是用 wear makeup， 在这 wear a lot of makeup， 在这里 makeup 是一个名词了，就当然很多化妆品，就是用了很厚的妆，就化的浓妆啊。Wear a heavy， 我们可以说 a lot of。 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说化浓妆，你也可以用一个单词，用那个 heavy。 我们可以用 heavy makeup， 就是很重的妆啊。 heavy 可以说很重的妆，相当于是浓妆。第七，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请到我家来啊。 please come to my house，这个就没什么特别的哈。第八， He carried a bag full of apples. He carried a bag full of apples. Full of. Full 是满的，那么装满苹果的袋子。A bag full of apples， 对吧？那 carry 就是拎着提着，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很特别难的。第九， He knows nothing about the plan. He knows nothing about the plan. 他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你也可以说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lan. 我们他把这个用那个 nothing 否定了，表示否定了他这行为，否定了就是表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计划。但是呢，我可以不用 nothing， 我用 anything 来前，但是呢，在 no 前面用一个否定的，表示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lan。 我在那个，我现在在那个聊天里把这个写下来啊，给大家这个。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lan. 注意 ，nothing 是表示不，对不对 ？Anything， 我在这里，我为什么只用 anything 而不用 everything？ 写一下。Anything， 任何东西。一样东西，好 ，anything 任何东西 ，everything 每一样东西，可以啊。我在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这个 room 的聊天里面，聊天室里面写了一下 ，nothing 是表示没有东西 ，anything 是表示任何东西 ，everything 是表示的是叫做每样东西。但是如果注意这里的关键哈，如果我们在问句里面，就比如说或者是否定句里面想表示就是每样东西或者是任何东西的话，那么一定是用 anything， OK， 用 anything 来表示否定的，就是不是叫否定，表示它的就是我，你看你，我不可以说你要，如果你说 he doesn't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plan 可以，但是呢不是那么的怎么说，不是那么地道那么标准的英语表达式啊。如果我说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lan， 那么是很标准的英语。就像我们也可以表达比如说 anybody 或者是不是，我们用 any 和 some
一样的意思哈。这个说起来就比较我们常常说的Annie。我在这写一下哈给大家。Any 和 some, somebody, anybody, 都是一个意思，甚至我们还有比如说 some 和 any, 对吧？那么我们常常是说在否定或者疑问的时候一般是用 any 来表示一些，而不是用 some。 some 一般是在肯定的时候，肯定句里面用 some。 但是呢，就是如果我说很标准很标准的语法上面很严格要求的话，我就是要这样说啊，比如说用 any 来表示疑问或者是否定啊，如果是用肯定的我们就用 some。 这是在语法严格要求的状态下是这样要求的啊。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日常，你即使是跟老外说话，可能老外他们都不太注意，但是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但老外他已经很多日常的就是平常生活里面跟沟通，跟老外沟通或者是怎么交流的话，很多不是那么严格的，他们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就是那个说英语的人啊，蛮多说英语的人，他们都可能在语法上面没那么要求，没那么严格，他们都已经无所谓，都好像都混了。但是我只是让大家，希望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好吧？所以 he knows 第九句 he knows nobody about he knows nothing about the plan 就相当于 he does， 因为它是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所以我要把前面否定前面知道这个单词的话，知道这个动作的话，我就说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lan。 我不好说 he doesn't know everything， 那不对的啊，一定是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lan。 OK。好，第十句 ，Are they Japanese？ 他们是日本人吗？这句话很简单的 ，Are they Chinese？Are they Canadian？ 对吧？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谁就是叫做什么红枫叶有什么问题啊？老师，哎，你说，那个第一个问题，黑。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那这个 without 是没有允许，后边是允许是吗？对，后面是许可。啊，没有许可哈、啊，他不能不经许可他进到房。那我用那个without allowed， 还有一个 allowed 也是允许。Allowed。一般 allowed 不是说 allowed， 我可以说 I allowed him， I allowed him， allowed him. And I allowed him， 我允许他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呢 permit 就是 permission 的动词是 permit， P-E-R-M-I-T， OK。 那么 permit 和那个 allows， 我们和那个 allow 其实和甚至还比如说 let，对不对？让，那么在汉语里面都是表示允许，让怎么怎么的，对吧？但是它具体用法还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说允许，比如说我们常常说，有时候正，比如说你要去开一个，比如说某个会啊、某个那种高级别的会议，对不对啊？啊。那需要有那个有许可你才能够进去的，那必须要有那个 permit。 在这里就不能说 allows 的，
就不能说 allow， 你就是一个是 permit， permit 是允许，你知道吧？你就要有个证明，相当于 permit， 你知道吧？哦，那就是说那个 allowed 只能用在他允许我，就是 he allowed me come in my room， 是这样的意思吗？他允许我进入他的房间。没有，就 allow 是，稍微等一下，这有谁有个什么请问哈？ allow 他一般是什么？他是允许，他会叫是什么？给予什么？给予一个叫允许你做什么事情，给你一个权利。相当于你知道吧，他可能表示他，而且他是有的时候认可你，有个认可。老师你举个例子说一下好吗？我看啊，我怎么如果我们说比如说许可证好吧，可能更好一些。我们说比如说去做什么事情要有一个许可证，对不对？那么这个许可证就一定是一个 permit， OK， yeah， a permit， 啊，而且这个 permit 或者是 permit 的话，就是后面它可以不要加，它后面呢既可以就是说直接就是一个，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就是 a permit， 可以不加什么东西的，是吧？就是叫做。我如果我说及物动词或者是不及物动词，你们知道吗？什么 你理解的吧？懂，我懂。 OK， 所以就是说可能我说如果我说 permit 更多的是它可以作为名词一个许可证，但是如果是 allow 的话呢， allow 和那个 permit 其实是 OK 是一个意思，在某种汉语程度上面来说是一个意思，表示允许认可，对吧？许可都是的，都有。我看看怎么要解释，我们要怎么解释？等一下，组织汉语，我一下组织还不好组织了。给予allow 还可以表示的是给予，知道吧？比如说。我让他做什么，但是呢 I permit 更说的是表示我 OK， 我只是许可你，我批准你做什么。但是好像在我的理解哈，我在用这方面的理解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叫做什么有那种情绪在里面，有时候我是这样认为 allowI allow you to do this. OK? 哦、oh. 好吧。OK, thank you. OK, 好，下面是我看红枫叶还有什么理解啊？我现在基本上明白了，但是我还需要再消化消化，我再想。对，消化消化，我要怎么样，到现在我要怎么样组织汉语，都用汉语。听老师。哎，说。丁老师带大家多念两遍吧。好的，那好，现在我们读第一遍哈。第一个 ，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Yeah. 所以他那个最这是过去时啊。He entered. 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Entered. 因为那个 enter 必须要把那个它是两个音节的这个单词 enter， 所以你把它读出来 enter， 然后 ed 呢读这个的音，所以就是 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He entered my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The pain was terrible. The pain was terrible. The pain. The pain. Pain.
The pain was terrible. I belong to the swimming club. I belong to the swimming club. I belong to the swimming club. This novel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is novel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 hope you are having fun. I hope you are having fun. She wears a heavy makeup. She wears a lot of makeup. 第七,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第八, he carried a bag full of apples. He carried a bag full of apples. He knows nothing about the plan. 十哈, Are they Japanese? 这个如果我说他们是加拿大人吗？怎么说？Are they Canadian? 因为这里是一般疑问句，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那么读到后面那个句末是要升调啊。一般疑问句句就是后面是要升调，所以 Are they Canadian？ 对吧？那么就是升调，我是问句啊，对吧？如果说如果是特殊疑问句，比如说用特殊疑问词的，用比如说有那个 what 或者是 who， 对吧？我可以说 who are they， 他们是谁？我说 who are they。那么这个 they， 我你看我那个后面我就不一定，我就不需要用声调 who are they， 对吧？我就没有说 who are they， 没有这样说，我就 who are they， 就表示 who are they， 对。所以但最明显就是说这个最大的区别。在读的时候，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最大的区别，大家要看一下，就是那个音，就是那个句末的升调和降调。OK， 所以一般疑问句 ，Are they Japanese？ 我如果说 Are they Japanese？ 如果我读降调 ，Are they Japanese？ 那就读不出来问句，对不对？如果除非我说 Japanese， 除非我把它弄成肯定句 ，They are Japanese。那我就肯定句他们是日本人 they are Japanese， 那么后那个尾音我就不升调，如果普就是问句 Are they Japanese？ Who are they？ 那么这个 Who are they？ 我就降调了。 OK， 好吧，所以大家就是读音的时候肯定注意区别这些。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老师请问第八句 He carried a He carried a bag full of apples. He carried a bag full of apples.
就是如果按照中国的思维，中国的语序都是 full bag， 是不是那么说就在这里就很不是地道的英语了，是吧？就应该放在第一个 full of apples， 就是把 full of 用那个什么 big 把它放在后面。这个你要记住，就是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你不要总想到啊，我按照汉语的怎么来，你就接受它，你就接受它，它英语就是这么表达式的。A bag full of apples， 好吧？好 ，moving， yeah， 露肚脐 ，I'm gonna use your sit down， maybe go down。好了吧？今天就学到这，好吧？好，谢谢老师。嗯，有什么的话再。Good weekend。Okay，good weekend。OK， 不客气，好，谢谢大家，好，再见。Thank you, teacher。再见，拜拜。拜。See you.